我是吴奇华，我是叶欣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。我们在泰国金三角，当我们住在一个很繁华的城市，房子越住越大，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我们从山上的地方饮用的水，去达之后再把水引到这个滤水设备，直接可以饮用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